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飞宇。今天剧组好不容易给我放一天假，可以让我自己安排一次野餐。然后我今天带的东西稍微有点多，所以说就麻烦这位老师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行程。我带了一把吉他，然后同时也带了一个小的野餐盒。我先把后备箱打开。这个后备箱还挺大的，那我们东西装好了，我们就出发。来，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镜头。来，好，这个是什么导演？这是流媒体后视镜。这个是实时转播后面倒车的画面，是吗？对对对，是。哦，好酷，这么关是吗？对。哦，它就又变了。好清晰啊，而且这画面。好吧，那咱们出发。走。杨哥，今天难得我们放一天假了。是啊，太爽了。是啊，难得出来有一天就去野餐，然后去兜兜风。那要不要来点音乐？音乐可以啊。这音响它是 Bose 的，相当现在的，有点 live house 感觉。其实你别看拍戏就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，但是平时其实也会去到挺多比较景色比较美的地方。就去年的三四月份，我们就一块去了这个敦煌，就拍摄我和我组，整个环境非常空旷，但是你就在那儿你就觉得说，哼，就祖国边疆确实非常非常辽阔，一望无际。然后在那样的环境内，其实你也能感受到一些就不太一样的能量。有点热啊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风。来，我来看，你专心看车。来看球。然后还有那个按摩，座椅按摩。对啊，是在这边上吧？对对对对，它有好几个档位。在这儿。哎，对。要把车开剧组吧，租给剧组的演员，你们谁想按摩谁就上来。我开个档位，我可以试试。哟，真有感觉，是吧？对，我平时在车上也没有按摩过，真挺舒服。差点忘了，我还做了吃，做了一个三明治，可以。那是，不如下次粉丝福利就做三明治给粉丝吃吧。可以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当然可以了。觉得还可以搞一个团建。看，这是我做的三明治。这个三明治呢，其实它很简单。就是火腿，然后芝士、生菜和西红柿。我吃一口吧。嗯，哼，照着穿。我拍一个照。我是很喜欢拍这种自然风光，再加上这个阳光，哇，看呀。其实有好多人问我说，哎，说你那个手机里是不是大多数都是自拍？对不起，我不自拍，我最不会的就是自拍。对，但是我基本上都是风景。咱们快到了，是吧？就这儿，自然气息很浓啊，绝对的，有那种泥土跟那个芬香。对对对对，这儿野餐特别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野营地了，然后我准备去和摄影老师去采采风。好了，都摆好了。你看一眼我拍的照。
飞远，注意多少。好嘞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修图呢。哇，你看一眼。哇，好看吗？拍的很好看。这反正就是能拍的特好看。你有充电宝？哎，这有那个无线充电。无线充电。对，你放下去。就放在上面。是的。试试。我发现这个新生代车型还真挺懂年轻人的。那今天就是我的一天了，偶尔能从剧组有一天的假期，也是忙里偷闲的一天。今天可以来到这个生态和自然环境都特别好的地方，和杨哥还有我们摄像大哥一起来这里野餐，然后一起来这里欣赏这个自然风光。今天在沿路的时候也看到很多非常好看的风景，然后今天的天气也是超级的棒，所以说今天也是开心的一天。够真够燃，这才叫新生代。拜拜。